好，下面呢，我们讲的呢是这个关于险型啊。第一个是气缸险型，气缸险型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行程，一个气缸出力。行程当然很容易把握的，我们在前面课程已经讲了很多啊，很多的案例，就是气缸要出多少就多少啊。气缸的种类呢，每个公司它都有气缸种类的一个表，这是属于这种气缸是属于标准型啊，还是迷你型啊，还是旋转的，就是它的都有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个选择，这也很容易。最重要就是你气缸的出力，气缸出力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通过表这种来查到啊，比如说如果我一个气缸我冲下来，或者我要冲力是2000牛啊，2000牛你找零点五工作压力是0.5帕的哈，基本上我们0.2到0.4我们很少看。后面的呢，我们也很少用，所以我们就中间的0.5这一列数据来看，知道吧？比如说这么多，你到底看哪个？你应该看这个0.5工作压力，因为我们一般工厂里面它使用的这个气压的这个压力啊，标准的压力应该0.4、0.6之间啊左右。那2000牛，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找哈，比2000牛大一点的啊，比如说这个80缸电的2500啊，这个稍微大一点点的。这个当然这里也有哈，但是你不要看这边的数字，你就看这个五这一列就可以了哈。工作压力0.5的这一列，这样你就不用去公式计算了啊。我们一般怎么知道我这个气缸的这个压力是多少，或者我需要的气缸压力多少？如果说啊，气缸压力有两种方式哈。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气缸是只是一个传动啊，而非那种冲的或者是压的这种功能的话，那么它如果配合的是轴或者配合的是导轨，那么它可能零摩擦，但是它本身的物体的重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啊，这个呢就很小啊，就是说你的气缸的出力就很小。那如果说比如说我这是一块板，我这个上面有个孔，我一个螺丝，或者我要往下压，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要往下压，比如说热熔，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有一定的压力才可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压多了也不行，压少了也不行，那这个时候你气缸的出力你就要算好啊，就要算好算多大的压力。这个呢，你可以通过你们工，就是一般工厂，他在做这种背标的这种之前，他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他知道这个应该压进去多少啊，应该多大的力。当然，一个物体的重量的力，我们是可以通过，就是重量，我们可以通过 SOLIDWORK 这个软件里面直接进行生成的，在质量属性里面找得到。啊，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都已经讲过，怎么样知道。一个物体的重量，你必须要在 SOLIDWORK 里面先把它的材料啊赋予给它，然后就可以找到它的属性了，质量属性，这个知道它的重量了。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比如说我得到我想要的是2000牛，那么这里就直接找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计算方法是你通过这种公式的计算啊，比方说你如果是2000牛啊，2000牛。那么0.除以0.5除以π/4，你自己可以算一下2000大概是多少啊？这得到的数字就是跟我们这个数字非常接近的这张表格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零点这张表格和这个东西可以大概的拍下来啊，对你工作非常有利的。那在网上也有这些，这是气缸的一个计算，我们来算一遍好不好？比如说，如果是2000牛啊，然后呢除以0.5，然后除以派乘以四，然后开根号，它得到的是，哎，重来，F 是2000。除以0.5，除以3.14，然后乘以四，5095，对不对？5095，然后开根号，
就是71，那71也就是83，啊，71也就是80刚进的啊，你找80刚进的，然后你们看80刚进2500，看到没有啊？这个是第五列，所以你2500要比它大一点，所以要2500，这是80刚进的对应。这里要提一下气缸的这个缸径不是以它那个火杆的距离哈、啊，火杆的直径来的，而是以你那气缸机身的它的中间的活塞的这个就是那个空隙哦，怎么说在气缸的内径你表面上看不到的啊。那第二个就是电机的功率的计算啊，电机的功率就是 P 等于 F 乘以 V。啊 ，F 乘以 V， 这个 F 就是输送物体的重量啊啊，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个案例，如果这里有一个输送带啊，宽度是这么多，然后长度这么多，那这里记得每个单位是什么啊？传送的速度、自重多少？这里有一个计算，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知道它输出的重量，怎么知道呢？输出重量，你看啊，这个上面40公斤。自重40公斤啊，这里120公斤、然后呢这是千克对不对，所以换成牛，所以要乘以 9.8 啊，然后呢它这个输送带长度是65米，所以要乘以65，然后它的一个这个传送的速度我们以 0.2 啊，这个摩擦的系数我们以 0.2我标准啊，然后这里就是多少牛，然后 V 速度为0.02米每秒啊，这是它已知的速度啊，这每秒毫秒，然后呢这里就会出来这个功率是多少瓦的就可以了，这是典型的这种啊输送带的长动啊，像机械手的这种输送，机械手某方面来说也是像输送带这种传动方式，它的计算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啊，可以按照这种方式。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算出来，比如说如果你是407瓦，那么你这个电机的这个功率就应该比它大一个层级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啊，一般来说是100 200然后400然后就是750啊，然后呢就是1000啊，然后就是1.5千瓦，所以它都是有这种层级的，中间的数字基本上很少碰到，所以如果你是407瓦，那么你这应该选择多少？750瓦啊，750瓦。这是电机的功率的计算，这个文件呢我们可以考给大家啊，还有电机功率的其他的计算方法啊，这个其实看这张表格它可以知道，如果我这上面有这种截屏的，大家可以输入这个网址，输入网址，然后通过网址里面输入这些参数，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电机的功率啊。比如说这个是意大利易拉泰的这个皮带啊，你注册进去之后，然后输入比如说相关的这个数据，你要什么样的传送的一个皮带方式啊？是圆弧的还是微带的这种方式？还有你的啊。同步轮的大小，这些输进去之后，还有你的物体的重量多少，还有传动的方式，它会自动帮你算出你需要这个多少功率是多少啊，电机的功率，比如这个0.75千瓦，这750瓦，这上面都已经算好了。再下面呢就是四缸的显形，四缸的显形我们虽然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是米是米的，它成本很高哈，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计算的这个公式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也再去买别的四缸的类型对吧，别的一个供应商的四缸，这个呢是米是米的一个网站哈，它的一个网址，它上面呢想你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单轴机器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缸传动啊，它里面带有滑轨的，你在这里选好了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算出你这个四缸和伺服电机需要多少瓦，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在计算结果里面，这里我就没有截图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用到四缸的话，四缸传动最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计算啊。再一个就是减速机的显形，减速机的显形啊，我们一般来说在常见机械手会用到 VRSF 这种类型的，但是有一种这种功率的机械这个减速机呢，还是非常的好的哈，在高刚性、高那种刚性和大容量啊，这个也是用的非常多的。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减速机都是模拟这种啊新宝的这种减速机，如果大家应该在淘宝里面去搜就可以看到很多啊。第五个就是同步带轮的，这也是标准件啊，像同步带轮这种东西我们都不要去画。如果说你要操一个同步带轮，你还要去数它多少尺吗？不用，你只要去量一下它的外径，量一下它的外径，一般来说它的模数我们稍微卡一下就知道是5啊，截距是5啊还是8啊，一般都是583这么两种啊， 3M 5M 8M， 这是两个圆弧两个尺之间的距离啊，把这个稍微卡一下，然后外径知道，那你就自然而然知道它的尺数，知道它相关的参数了，这都是标准件啊，都可以得到的。另外一个我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看的知识呢，就是啊米斯米的一个案例库，这个上面呢有很多啊，有很多各式各类的一个机构，我相信在自动化这个领域基本上这些机构很多都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广泛的啊。因为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这个它不仅仅会告诉你这是用什么机构啊，就是这个机构是怎么样的实现的，用到哪些标准件，它都会全部标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上面它会提示有设计理念啊，还有它的一些标准件 3D 档都会提供给你，而且它还有报价啊，还有它的一个价格的参考，这些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知识啊。可能如果有一些朋友不知道的朋友，最好要记住这个案例库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啊，它比你在网上去下载一些3D 的机器啊，或者在学校里面老师讲课慢慢的去讲这个机构，讲了一年，还不如去自己看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非常作用非常非常大的啊。当然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成本，因为它米是米，成本比较高啊，尽量的只我们说用它的机构啊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自动化常用的一些材料啊，比如说一般的我们铝，还有这种6013这个资料的我都可以考给大家啊，都会考给大家。如果说是买了我的视频教程的朋友，我都会把这个资料考给你的。那以后工作当中你常用的一些材料，基本上这些材料都会用到啊，都会用到。这上面最主要的还有它的成本多少钱一公斤啊，这有一个参考啊。比如说这个不锈钢的303和304啊，还有这个45号钢啊，还有 SKD11 的模具钢啊，电木啊，方通啊，还有铝材，这些用的非常非常多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在做自动化的时候，我们通常在前几年没有什么标准件的 3D 文件可以画啊，我们自己慢慢的从电脑里画，但是呢现在就慢慢的转换为就是供应商他自己啊标准件的显形，他自己有 3D 文件，比如说这个塔达的伺服电机，它都有下载的 3D 文件啊，这个是它的网址。那这里呢是上音导轨的一个下载的网址啊 ,3D 文件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网址也可以插下来啊，可以自己输入就可以找到，还有新宝减速机的一个下载网址。这新宝减速机这个非常，如果用减速机的话，建议大家用这种选择的类型方式，它会帮你找它对应的伺服电机的厂商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这节啊和上一节那个啊，就是机构传动的课程啊，这差不多了啊。那其他常用的自动化的零件，我们最好选择，比如说米斯米、雅德克、SMC 哈、恒克高等等这些标准件的显示软件来做啊。能够做自动化是少不了这些像这种显形的这种软件，这个是少不了的啊。如果没有用过显形软件的人赶快用，否则的话你找工作的话这是一个大难关哈、如果没有用过的人你找自动化那是一个大难关啊，最好自己在这里面多操作几下，对你非常有帮助。我们这课程呢，这里只是一个大概写的内容啊，因为我们很多这里就不说了。我们的课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啊，就如何看到我所谓的课程呢，是在优酷里已经有很多的课程，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课程我设置的密码啊，可能是要收费的。如果真正想学习的朋友，我相信也不会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知识某些知识应该是跨越性的哈，就是说如果你在课堂上你学的模模糊糊还是似懂非懂的，那么在我这个里面呢，应该有些知识应该可以跨越啊，可以跨过这个难题啊。上面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啊，在这里呢我也感谢那个比如说优酷网啊给我大力的支持啊，谢谢一些网友啊来捧场看我的一些视频。如果工作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我啊，特别是买我视频的朋友呢，我会应该说啊24小时的服务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啊，然后呢看我能否啊助你一臂之力。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如果还有一些朋友他想了解了解某些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会后面再增加一些更具体的视频的啊。后面一些视频呢，如果我上传之后买过我的视频的朋友呢都是免费的啊，都会免费的。我本人的位置是在啊东莞石牌啊，如果说有离我比较近的朋友呢，也可以欢迎那上门来拜访啊，上门来求学都可以啊。